せーの、ではそうなっちゃダメ、もうそうなっちゃほら、心は死がせてよ、もっともっと。各位小可爱们好呀，我是红尘，降落在这人迹罕至的野区，只为挑战马棚物资吃鸡。只是这马棚也太穷啦，瞧瞧我手里连把像样的枪都没有，我太难了。希望小老爷们能给我好运，拜托啦！一个急救包也算是慰藉了我受伤的心灵，毕竟吃鸡战场危机四伏，药品也是很重要的。Nice。话说宝宝们平时包里都背几个药包呢？嘿嘿，我总觉得它能给我安全感。你轻一点。哟呵，有把 UZI。陈宝，我要，我拿 AK 和你换。AK 呀，其实我是不想换的，但甜甜发话了，总不能不从吧？我信你个鬼！嘿嘿，又从甜甜身上坑了一把 AK。哦耶！马棚数量哪家强？还到地图找矿场。但你们知道哪里还有马棚吗？我得再搜搜，否则就现在这装备，要想吃鸡，难于上青天啊！哎，有人！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拿你们练练手也是不错的。Nice， 双杀到手，火热开张。只可惜不能填他们的盒子。哎，城堡，你咋往毒圈里开呢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听说扛毒搜物资会有神装哦。我信你个鬼！哎呀，这不山上有个马棚吗？既然是挑战马棚物资吃鸡，我可是每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哦，等等，我好像错过了啥？哇，98K 呀！就这小破调，还能有这样的好宝贝？待会儿该不会刷把信号枪吧？你轻一点！哎呀，梦想总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但做梦的同时，也别忘了执行任务。先让我来给98K 暖暖枪口。嗯，一定是风太大，把子弹吹跑偏了。我信你个鬼！哎呀，人家是娱乐主播嘛，大不了打完这个人，给你们跳支舞陪。哦，还是听我唱歌呢。只是红尘最近都没有发现好听的歌，如果小老爷们有想听的，记得告诉我哟。慢着，我好像闯入了一个狼穴。哪里？听听这枪声，周围的敌军早已是虎视眈眈。但我是不会怂的，有本事你过来啊！哼，红尘的字典里就没有一个怕字。哎呀，完了呀！放眼望去都是敌军。Hello， 又来一堆人马，看来注定要有一场腥风血雨了。可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我就吃口药的功夫又闯进一群小毛贼。来了来了，他开着玛莎拉蒂走来了。他这样我好害怕。就这人多又怎样，还不是拜倒在红尘的枪口之下。但他们还有一名队友幸存。哪里？没错，红尘遇上了满编队，这就让他们整整齐齐的去坐下一班飞机。1, 2, 3, 4, 耶，胜利！也算没有给小老爷们丢脸。还有什么奇葩任务吗？统统放马过来吧，红尘随时接招。